玛丽亚海沟居然现在已经公布了很多你无法理解的生物出来。对，这都是他们造出来的。这个才是新品种的章鱼，是白色的透明章鱼，4000公尺深底下可以找到这种怪章鱼。这头狮子鱼注意看，它是没有鳞的，没有鳞，眼睛非常小，卡通的大头。你知道它在8145公尺找到了，打破世界纪录。我告诉你，宝杰，在这个深度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什么概念？就是全世界最坚固坦克车放下去，压成扁的一片铁。但这个狮子鱼竟然还给撑得住这个水压？水压？对，它不但撑，它是目前全世界不相信它可以在8145公尺下面生存的一个狮子鱼，而且它没有鳞片，而且它不是小鱼哦。一般认为这么大大家只有小鱼，它比手掌还长一点。